我点了你的穴道，费尽唇舌，跟你讲了三天三夜的大道，如今你想通了没？服不服？爹啊，我还费尽唇舌，跟你说了三天三夜佛经上的道理呢，劝你别瞎生，那你竟然……云儿浮起生，那边点点二点生，功夫好有多生，我好感你太低生。玉儿我一听，爹爹你可见我疼，玉儿我也太惊，我想将军不把亲。母娘的父亲他的真是名有天生，点点我和他面曾经也一多正经，母娘我生大几千几千跑出的硬沙，你和他生的阿娃日常最高兴一点吧。姑娘的梦多很厉害的他明白，云儿你寻了他，不然他谁都好说。爹，我跟你讲那么多佛经上的故事，你还是不能借作借作借作，还将很多佛经上的故事错误曲解，你实在太固执了。云儿面前翻，想你点我想当年，丢丢气丢丢拳，戳到哪里断日天。玉儿我听完，真的爹爹梦一般，玉儿我的江船终于感动我一面。是啊是啊，讲到所情真的不如你，但是我们是大理段氏，虽然出生，但是是帝王之家，一物一国。你是大理的世子，段氏祖孙，对我极其无恩的对待，岂可丝毫不知？孩儿不服，嘴上不服，心里也不服。你，君君的后人，他的真是可不一般。点点我和他面，只见有一朵蓝天。几千几遍跑出的硬沙，你和他生的阿娃，红飞的不能穿越他，家小的不发达，比君有先照顾他，到今后看学法，随时在流程蒸发，最大你会太来，你会能够两个他，你的爹你的妈只能举手在脸颊。姑娘的梦多很厉害的治疗的，云儿你去了他，除了他们都好说。爹也是为了你好，你自己好好的想想吧。